江秀芝，对面这孩子，你认得？认得，8月28号，我领他回了家。 找你，我一直在找你。奶奶，佳怡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找奶奶呀？那孩子在外边没少受罪，把这些情绪内衣穿上，一会儿做点有意思的直播。穿不了。别打人了！年纪小小的，这早怎么得罪？ 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相信。我要跟过去较劲。现在奶奶在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的。我还是头一回回家看到人，头一回有人给我，有人背我，你们能不能也帮帮他？ 看到了光。